对，啊，怎么靠？一个靠着一个，对，靠在后，就这样靠着。啊，看着会很感动吗？就是那种家人好像彼此就这样在一起。会。啊，你刚刚有说那个哥哥有护着那个妹妹的感觉。对。是那个情况是怎样？就我也不会形容，就护着她。谁护着谁？哥哥护着妹妹。老二还是老大？老二护着老，哎，老二护着妹妹。对，就护在他的后面这样。对，他、啊、发现都是仰卧看着外面。对，仰卧，对。这怎么个仰卧法？就这样躺着。发生一起大火，几乎要带走一整个家庭，一家六口有五人不幸葬送火海，救难人员将一具具的遗体用布盖着放在云梯车运送出来，现场房子被烧得透彻，里面的东西也几乎都被烧到看不出原形，一个靠着一个，对，靠在后，就这样靠着。哥哥护着妹妹。另外邻居提到还看到18岁的长子试图自救，在2楼阳台用水浇遮雨棚，后来打完电话回头看，他又冲进去火场了，就再也没看到人。初步勘查起火处应该在1楼的前半段，但是因为里面还存留很大量的机油啊，机油受热以后产生很大量浓烟，所以明天我们还会来再进一步厘清，才能真正厘清起火原因。因为他最主要在修理农机，因为农机里面部分还是有残留一些锂电池的残机啊。对，它里面有很多类似喷漆罐那一种，所以喷漆罐受热以后，还是说小瓦斯罐受热以后，大都会产生类似鞭炮这样，甚至比鞭炮还大声的爆裂声。后面也是堆放很大量的杂物，还有他修理的一些农机具，所以要出入的动线并不是那么好出入。有在爆炸的声音，砰砰砰砰嘛，然后后来我就赶快下来，我有开落地窗看，后我看到一直在冒烟，我就冲下来了。他冲下来，后来我就先打电话报警，后我有看到他大儿子在2楼的阳台在用自来水在浇他们的遮雨棚。那后来我打电话打完，他就不见人影了，他又冲进去。那后来就是你们所看到的，他其实那时候是在外面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样，他又冲进去，可能是爸爸妈妈的。